搞一块的上脑肉啊，把这个料给它裹满。今天咱们去吃一个，你快点，你说吃什么？什么我吃？我说这小块，帮我说一下，我这后面这半段，这人这么多，饿，我好饿。果然这个天冷，大家都要吃一些暖和点的。这里面有带科技吗？我怎么感觉这个有点白啊？没有科技，用大骨、鸡骨架还有金华河北熬制，半小时要成的。谢谢啊。他说这里面的肉是那个走地鸡啊，然后这个是猪肚啊，尝一下他这个肚啊，应该是蘸这个，直接蘸这个酱油吃的。口感好，哎，一个马蹄子的水啊，好。这里面这个黄的是什么玩意儿？这南瓜是胡萝卜。谁能告诉我这个部位到底是哪块啊？真的特别好吃，真的口感巨棒。然后还有来自隔壁的一个投喂啊，木瓜。然后这儿还有一个生蚝，鼓。这个东西老话说得好，就是可以不用，但不能没有。但是木瓜这个东西吧，就是可以有，但是确实用不大上。还有个三色面，跟海底捞似的。我要个绿色的，哎，来点绿色的。对。哎，这个酱料看起来就好吃多了。来点这个酱在这个面条上。油条这个看起来好脆啊，尝一下。这油条好吃，油条贼好吃，是吧？它泡进去都脆，一半软一半脆，贼好吃。搞一块的上脑肉啊，把这个料给它裹满。嗯，来他们家应该没有人不点这个吧？花生冰沙，这个真的超好吃。但是它这个口感真的特别的棒，然后还带点花生酱的那种咸味，咸甜咸甜的，挺好吃的。